是吗？那看你，看来你不经常看他，他好像是八四的吧？我经常看没有，那确没有经常看他。我就是中间有段时间去练打野的时候看一看，我看就国服第一小丑啊，国服第一这种打野的联盟。对的，我刚刚本来想玩那个妖姬的，然后没找到英雄。你还会就玩是妖姬 Niko 不啊？是左翼，这是左翼啊？怎么是 Niko 啊？你看错了吧？老板说是左翼就是左翼，我玩的就是左。对嘛？这样才讨人喜欢。我刚本来想玩手男刀的，可是我好久没有打了，我害怕坑你看。哎，你还会男刀可以啊？暴我以躁。前是，就是我以前是第一男刀，哈哈哈。真的，以前我们那个一整个厅就只有我一个人会男刀，所以我是第一男刀。完蛋了呀，这是什么？捞月狗第一男刀是吧？不，捞月狗第一难道是不可能，就是我们那个厅的第一难道，因为没有人会玩难道，只有我。不去了。你帮我做个眼吧，这边我怕他们来搞我，这边帮我丢个眼好吗？哪边？这边，这个下面河道那个草，我怕他过来烦我。哎，我六级就打不过他。没事啊，前六级可以压了，不过塞拉斯估计会抓你。我前期的话不太能帮你，不过他要到六级来搞你，我可以帮你的，没事，我这东西好抓的。早知道来找我一下冰川征服，没看。打他其实带个关盾比较好，这种吃爆发的英雄的话，你觉得不好打的话，带个关盾他就打不了你。啊，疯狂漏兵！一般我们称这种叫随缘补刀法。我补刀我是一直很菜，就是没有强过这个东西。我以前补刀还行，玩打野之后就不会补了。没有啊，你刚刚那把打野补刀是绝对最多啊，那种打野的补刀跟圣上的补刀不一样，因为玩打野的补刀你是不会漏了，只会被偷，只会被反。啊，漏炮车，哎呦！哎。一还有吗？我来帮你，不要压他。对你，你就往后退，没事。等下一波线好了，我日个线了。我去上楼。有点厚这个脚印，不厚吧？前些多年 A 两下就没了，没事，他推荐好的，我来抓他。他这个血量，看我眼神，你别吓他，你现在血多，你往前冲他会跑，你正常补刀，我来了，可以 E 他了，让他跑。有眼睛，没事，你把线控回来，你都不用推啊。哎呀呀呀呀啊！我又漏炮车，真好吃。你有没有买螳螂之前很多个战斗的那个皮肤啊？有。那个皮肤是真的多。但你是买了自己喜欢的战队还是都买了？都买了，他那皮肤好像所有战队都有吧，基本上就是那皮肤所有都有。对，每个战队都有。都有的，不用，他不是卖一个皮肤加炫彩，没那么坑。
我觉得那皮肤挺良心的，其实也就是换了个色而已吧。但是比别的皮肤好，你看这什么龙虾整一个来炫彩卖那么贵啊，就喷了一个漆。啊，龙虾太贵了。对，我龙虾那个皮肤抽了四年才抽到，真的每次抽奖都会去抽的。烂大街了，现在都物以稀为贵，当一个东西不再稀有的时候，那它跟石头没什么区别。你这讲的好有道理，你怎么突然讲出了这么高深莫测的话？是这样的。哦，我赌到了，我这盘的第一个套车，六子了，他也六子，他好像想往下走。我待会来了。消化，然后进化。嗯。我打完这组 F 六就来。你待会可以走上去吃技能，可以假装很懵懂的样子，然后他等他二上来 E 不要给他，他二上来然后你再 E， 然后马上接大他就死了。就你给他 Q 他会二你，二上来你 E 他直接接大，啊再见。还是稍微早了，抢先 A 他你可以单吃了。这波指导的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很厉害，哎，我真的挺强的。你刚要是先 E 再二他就更完美，不需要交闪，我也行。嗯，杀了没 E 到 E 空了。寒冰为什么开始游走起来？你们在下面玩的不开心吧？零杠三了，他要开始搞事儿啊！他为什么要吃我的线呢？能不能不要动我的线？就会，我经常会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，很奇怪。啊！我以前打的线喜欢喷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做伤害好高啊！就来 logo 之后改的。嗯，没办法吧，暴脾气行不通的，吃的亏多了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你喷他，他就挂机。不要因为这个，不要因为别人的失误去惩罚自己，但太难受了。我要刺穿他们。现在改了，现在不可以。我就是因为喜欢喷人，练的一手。这地干嘛？我没看到。这地方有个眼。他也不打字。我以前打字可快了，都是喷人喷出来了。我只是被动喷了，我现在打字也慢了。我以前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操作，不影响到我。曾经我也是一名钢琴者，一手钢琴。这角色对我有点想法。那你以前喜欢喷人吗？我不喜欢喷，被动喷的，不是讲，我都属于反击啊。可以去继续给他 Q 你一下，然后他会 R 过去，然后他就死了。好了，好，你直接加速他没闪，他直接上他死了。诶，他没 Q 到我。但是有人偷了我的大招。帮你推一下。这塞拉斯可以直接秒，加小法就不行了。开二不能，不然要死。啊，很痛苦，我好像都丢了一套双空技能。这波大出来就行。可以。哎，我刚刚一空了是吧？没有注意，大道的话一不一中都无所谓了。那出个女妖。到底玩打野怎么样才可以知道对面人在哪里啊？就比如说像刚刚那一把，你叫我闪现，我打盲僧。你可以逆向思维啊，假设你是对面的打野，
对吧？你会干嘛？我一般打野，我都只在自己家野区走来走去。可以换位思考，你就你要猜他的位置的时候，你就把自己当作是他，你就能知道他在干嘛。按照他的思路来，顺着他的思路走下去。这个世界顺他的思路。小法去上了，管不了，这还没正在传送呢。哦，他们在打。打这个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小月来中了，没有，回来。那刚刚那个东西都已经半血了，他可能就 A 了一下。啊，可以，先杀这个女警。没有，我跟石头过来了，你可以开一下，你有闪了看。我刚好我大爷跟你一样同步的，你可以留一下他们。有道理。啊，他弹你一下蛮酷。再把我们四 v 六，咦，我怎么放了个反向 Q， 我疯了。好了，可以看一下这个距离，可以二闪他们死。等一下这石头人，好，可以大了，可以大了，可以开得好，石头人也有大了。这种打团的时候就要看队友技能，打配合就行。嗯。感觉我这把得进化 W。我第一遍就出女妖，会不会太怂了？我怕呀，好怕这个皎月。不会，他们三 AP 的，中野 AP 的，做女妖刚好，做完女妖转中亚就行。这石头人为什么原地一个大招？哎，这种没办法，人家实力水平有限，但是态度端正嘛。像你看这个 AD 就是可以好好打不好好打，相对于前者我更反感这种后者的人。真卡没好像也有一个人，我是不是眼花了呀？我怎么看到一个人在这里呀？等我跟石头人过来好了。他们在打先锋。快打吧，可以接一下盘了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在他？哎呦，人呆了。好像也不用进化 W。算了，进化 E 好。哎，你最近有玩云顶吗？偶尔玩一下。你不喜欢这种形式的吗？
不是我不喜欢，主要是我朋友他不喜欢。我一玩云里他就要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在闹。你跟朋友住在一起吗？对，他就在我旁边闹，很烦，他就天天得拉着我打联盟打排位，这没办法，只能顺。是我的吧，是女朋友吧？只能顺着他了。是女朋友吧？哪有男朋友会闹你的？什么叫男朋友？这叫好兄弟。好兄弟闹你？对。很奇怪是吧？匪夷所思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，但是他偏偏他却发生了，我也觉得挺匪夷所思。还活着吗？我活着吗？帮你开个先锋。我活着吗？你活着，你掉了吗？我掉了。刚才我刚才在打团没注意你。现在连上了，可以。不然这脚又过来，你待会儿要死了。那还可以再守一下呢。你连上来了吗？没有。哇，这不为了保你我壮烈牺牲了。那我死了吗？还没有，十秒内连回来。哎，你自己走回去了，选择退游戏，你应该早点退的。哎呦，你回去了，我死了，住，我都哭了。老板让你因为保护我而去世。感动中国，太感人了。像你这种三观正又长得帅，声音又好听，打得又好的老板到底去哪里找呀？是吗？你去捞一狗吧，你去做陪玩吧。嗯，我觉得你的态度技术都很 OK。可以。有一天我哪天失业了，我就去。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这个修电脑的。哎，我也是学电脑的。我是修电脑，不是学电脑。我是学修电脑的呀。哦，这样子。真的是修电脑的吗？是啊。经常跟电脑接触嘛。嗯。这个寒冰。这是什么？抢我人头，这个人！你看他关键时候他就你抢我人头，蒙起来了。嗯，痛一下，哎，好痛！我想着我有秒表，有，你知道应该没事。过来，我可以跟你一起拉。这个寒冰还说这样你们都打不过，哼。他说了吗？举报他。他说了，他在所有人里面跟对面说这样你们都打不过。我咋看不到呢？我没点开。你没有看所有人吗？嗯，没事，这把四 v 六，都说了猛男打野一个顶三，其实我们这边是七 v 六，哎呀，我们还多了一个人，还占了对面便宜了。完了，我又掉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这次要死，你别救我。可以抢救。嗯，没事哦。可能去晚了，去早一点，说不定能救得好。这个网络不太稳定啊。嗯。晚上可能用网的人太多了。
又死了呀，他零杠十的哇，这人是送人头的哇，原来我以为他只是游走。哎、啊、不是，他莫名其妙，我都习惯了，我经常会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。他是生气了吗？没生气啊，我们辅助中规中矩。 他也没打子就莫名其妙过来吃你线刷我野了。就很莫名其妙知道吧，就跟一个小女生生气一样，没有理由的。是女孩子吗？当这第不可能是，这真正玩游戏的女孩子还剩几个呢？十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以前的话有个数据，十个里面有两个，现在的话十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啊。剩下这个你还黑色玫瑰妹子很多的，超多。No。一千多，我们这边陪玩嘛，就很多本区都是黑色玫瑰的，就是女生的话，这个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这个区人多呢？是因为是这个区本来它基数就大，所以给你造成了一种感觉，它人多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要是按照百分比来算的话，还好，每个区都差不多。可是照理说它是电石呀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？这个说来就话就长了，在远古时期，有一个盒子，知道吧？这里面有个板块叫多玩女子学院，就经常有那个唱过歌，有那妹子经常在里面暴躁的妹子都是黑色玫瑰的，所以大家都跑到黑色玫瑰里面去玩。结果你知道玩的人多了，去的男多了，就显得女的少了，知道吧？稀释了一下。你竟然知道多玩女子学院？我朋友跟我讲。我的天哪！真的好古老，对，一个遥远时期没落了。我觉得 Lorico 官方应该做一个那种妹子爆照的那种平台，我们的论坛里没有这个功能，我觉得可以去做。太敏感了，现在你知道以前支付宝有个爆照板块叫什么吗？肌肤宝。叫什么？这种东西的话就很容易打擦边，知道吧？现在没人搞。女生多的地方人就多，哎，可是我觉得你好像对女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。不是没兴趣，是你现在，你知道，这个社会太浮躁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就是这种诱惑欲望太多了。如果只是那种……那你是会去网上看小姐姐照片的那种人吗？看她照片干嘛？那是直接弹视频吗？其实你看那个照片都已经自带有个，它不是有一款软件是什么去 P 的那种软件吗？已经练就了一双火影有，它可以把你还原成你大概真实的样子，八九不离十吧。有一款软件我忘了叫什么，我已经练就了一个火影精进，你看这个人是不是 P 的，大概长得怎么样，差不多能看得懂。那你对以后女朋友的要求应该是挺高的，素颜美女。现在这种经验的人太多了，耐看的反而比较少。这个人这样子，我们还能举报他吗？可以举报呀，零杠十二了。厉害，强，猛男，好强了！哇，太强了吧！哎，你刚说你狗号多少来着的？我几个朋友觉得你性格不错。11448800，他待会可能会去点你，你可以注意看一下。好，多少？11448800。